1970年代到1990年代是日本最强势，也是台湾吴小龙的时候，我们非常好做生意的时候。在1980年代的时候，大家一坐在一起，那日本人也很疼我，也很恭维我。然后突然间来一个贵族，真正的有钱人，我永远记住他讲什么话。他说会讲很多国语言的人是弱势国家、贫穷国家的老百姓。啊，我那顿饭真的吃不下。人家说我们卑微，没关系，人家取笑我们没关系嘛。我不相信很多东西是永远，但是我相信真诚。反正你承认很多事情是真诚去做嘛。我虽然穷归穷，但是我把和龙毛厂的羽毛的品质做得非常好。很高兴20年之后日本的经济衰退，我被人家批评我是落后国家的老百姓，讲五种语言，我征服了世界。好吧，我跟大家分享那人生40几年来磨了一个剑。那我在接班之后，我自己经过这种折磨历练煎熬，我觉得从不懂到成熟到能够驾驭公司，不是2年3年的啦。我敢创新，我敢做很多东西。那我年少的时候真的没有家庭的时间，我当然知道这很苦啊。那期望的有一天一个人可以交付，所以说基本上我思考完之后，我就给彦辰大概就给他贯彻一些使命。坦白来讲，爸爸看儿子，他永远是没有成熟的那一天的。后来我们在跑操嘛， 我跟着他，我也在观察他哦，人品怎么样，什么东西怎么样，什么人会不会自私怎么样。后来跑过这个 Ultra Marathon 转之后，我就觉得孩子有孩子的看法，好不好？你没跟他互动过，你怎么知道小孩子的看法？因为我经历过太多了，所以说 我在想，我经历过那个黑暗期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我不如早一点交给他，我可以在背后帮助他。继承讲究的是分配，传承讲的是永续，继承讲的是分配，在小孩子里面怎么分配，或者生儿分配到第三代去。但是我们在讲传承的时候，就要开始要想想看，你家族的实力会不会因为分配分家了、分财产了，慢慢实力就削弱了。那这就是日本家族在看到的。日本在家族传承的时候，他们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制度，就叫嫡长子继承。他们有很强烈的一个世袭的文化，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很高的一个使命感。那他们在训练的时候，某种程度从小就灌输他说，老大出生了，懂事了，就开始要说，哎，这个家业总有一天要传给你的，你要准备好。所以从小就要教育，跟老二老三讲什么呢？哎，你要准备好，这个家业要传给大哥哥的，你有一天你大了，你就要准备出门了。所以大概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，透过这样的一个灌输的观念，小孩子比较没有接班，都说不接班的问题。家族传承呢，第一个它不应该只等于分财产、分家业，因为它会削弱实力。所以我们在考虑将来考虑世代传承的时候，就应该考虑用怎么样的制度。虽然我们把这个家族的财富、家族的企业往下一代挪了，做规划的时候就要想想看我们的法律工具有哪些。大家最常看到就是用遗嘱，再来就是这个投资公司，譬如说我先成立一个未上市公司来控股下面的上市公司，那将来在继承的时候，我都是把这些投资公司股权分给小孩子，这都没有问题。你可以把这个家族控股公司呢，把它设定为闭锁型公司，在章程里面限制说，你股东将来要出售持股给家族以外成员的时候，要经过很高的一些其他股东同意，那透过这种方式的话，就避免掉这个家族的实力呢，因为世代的传承而削弱。第一个冲突，在做某一些决定的时候，当时我只有一个看法，就是说这件事情，我父亲问的事情是说，这件事情我有没有权力决定？那我直接回答的事情是，你有权利建议。
我觉得当下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，是因为只有一个这个东西叫做负责人上面写的是陈彦成。那今天如果说我连这件事情的决定的权利都没有的时候，我要如何负责这家公司的营运成败？和龙马场是第五代经营者，他不是第四代经营者。那今天如果说和龙马场倒了，是倒在第五代经营者手上啊，这个态度是很不一样，他对有一个承传的责任。为什么要交棒？就是要磨练他。我开始也没办法接受啊，我说哇，这些囡仔有够戆呢。刚开始我们两个吵啊。后来我想到很多事情，想完之后就老的回来跟儿子讲，说儿子，爸爸跟你吵，你还是放手去做，我给你加码。那我跟他加码，我让他时效让他加码，然后让他很快的成功或者很快的失败，一的尾两个码。那你很快失败，你就会学习到嘛。但是我觉得我一定会跟你讲，前面一个洞，讲是一定要讲，不然你不知道你爸爸有那么有智慧。啊，讲一讲，但是就是还是要让你去做，因为你的人生嘛。瑞士的银行，就是说像欧洲的这些公司来讲的话，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对于平台的一个风险的控管，风险跟创新之间要取得有一个取舍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。那有一些公司呢，可能在这上面呢做的并不是很好的时候呢，可能就没有办法传承下去。那我觉得像瑞士银行或者其他我们看到的这些欧洲的公司呢，其实也都是在这两者之间一直在想办法去取得一个平衡。可以先思考，就是说把你的投资公司先闭锁化，先把它就是说，股权不要外流。最近大家看到大力光，他们把股票移转到这个一家加州的纪念公司，那基本上他就先转到这个闭锁型公司去。那再来就是说，要不要再做信托？透过闭锁型公司持股也可以做信托，透过自己个人持股也可以做信托。那这个好处就是说，你可以从一个比较长远角度、跨世代角度来看看你怎么样做家族传承。本身我们在经营事业体来讲的话，在一个这样子大环境下面来说，你只要不前进，基本上就是在后退。公司如果说没有办法往前走，多元化，重新定义成功是什么，只是在本业上面做固布局，固守本业，他可能会遇到跟柯达遇到一样的问题嘛。和龙包场110年 slogan 是与时俱进，现在要如何创新局这件事情，回到我刚刚讲的与时俱进这件事情非常重要。那在这个前提上面来讲的话，我们接下来公司要提供的就是要跳脱制造业，除了制造业之外，我们是不是能够提供 extra 的服务？我们的产品如何让多元化，让我的客人跟让他消费者能够很无缝的享受到更好的生活？这个东西是下一个挑战，不需要做更大，也不需要做更便宜，而是要如何 provide 更好的 experience。其实我们过去一直也都是对比较有钱的人来做生意，但是呢，都应该有一些新的思维啊，看能不能够突破。对于比较没有那么有钱的客人，也可以提供很好的这个财富的管理的服务。我们今天决定要这件事情，目标在哪里？我们每天起来坚持做好今天该做的事情，让我们能够创立一个新的局面。若是没有超马，没有这样两个人历经了7天6夜250公里，在沙漠这样折腾自己，我可能不会那么交棒，因为有折腾过了，我也看到他能够坚持之外，还能够怕这个老人家没办法完赛，我才动了这个心，赶快交棒，趁我还能够跑的时候，万一他回过头来掉到我那个坑里面，我回过头来还可以再保护我的儿子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如果家族成员能看到一些社会的一些黑暗面，去支持他，去改变他，这个时候呢，家族成员对于金钱就不再计较。这就是洛克菲勒家族他们最近拍卖的80几亿的收藏品，美金80几亿的收藏品来做公益的。所以他就这个大卫洛克菲勒逝世，他就强调说，我们家族没有纷争，就是因为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 mission， 一个任务，就是去做慈善公益。